档案的特工。来了几个人？四个。出来！从哪儿来？苏联。来哈尔滨干什么？18号有个秘密箱。啥秘密箱？叫。吴德，完了！为了这次行动，我们整整训练了7个月，都训练什么呀？跳伞、射击、格斗，还有俄语。告诉我，你他妈行动是什么？你说他们是要掩藏什么，才付出那么大的代价？